大家好，我是故事讲解员赵立行。我要给大家介绍。细企鹅孵蛋的过程。首先，这企鹅妈妈把蛋生出来，这企鹅爸爸，然后这企鹅爸爸把蛋放到自己的脚背上，不吃不喝，用它温暖的腹部盖住自己的包裹住自己的蛋，不吃不喝，坚持60天。最后，小地企鹅孵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地企鹅爸爸就开始去河边捉鱼，喂小地企鹅。这就是地企鹅爸爸孵蛋的过程。谢谢大家。